嘎子，今仔日即句俗语是无半撇，搁要箭头标。即句俗语意思是讲。家己唔捌的代志，无才调，搁硬要出头，无迄个脚床，搁想要食迄个泻药。用来说明有一挂人，虽然真有勇气，万项代志拢要真尽情，唔呐加了讲，搁颠倒害。